我是范振明 Jimmy， 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一款强磁版的三连环。而这款三连环的磁铁非常的强劲，比起之前的这个磁铁它要强很多，接口处呢也是比较细小的，也比较精致的，正常这样的话是看不到这个接缝的。它的好处呢就是在我们表演的过程中啊，不用过于的担心像以前那种要小心翼翼的去使用它，它其实会不太容易打开的，除非你很暴力，这样它才会打开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可以去旋转这个环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好，抛接也可以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或者我们把两个环套在一起，不要在上面旋转。OK， 磁铁磁力呢非常强力啊，包括三个环也是，然后你可以把三个环都放在上面，你可以去旋转它，不会像以前的那种，就是磁力不会很强的那种环，啊，这样一转，它这个口就打开了，啊，这个很影响我们的表演。好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升级的地方是这个环的重量要比起以前的环更重一些，所以它的手感更好，而且环的这个弯曲度也很丝滑，没有像以前那种上面像波浪一样的那种，也是非常圆滑的这个